在一个因缘巧合之下，我在翻开报纸，我就看到那个上级在应征，我就了解一下一个我们的做主席，我就了解一下看看一下，哦，原来是在行上，所以我就抱着一个上心啊，就来到这个上级，我上长于心脏科，还有就是这个内科杂病，还有这个舌针是用于这个心脑血管中风啊，像一些比较属于奇难杂症，它的功效它能够防病，能够治胃病，你还没有病它可以调理，可以治胃病，但有病尤其是心脑血管哦，对于这个舌针效果会比较好，比你身针体针来得好。我们相信为人类服务。